就是咱国民党的热情啊！你讲对了。因为咱欢迎咱的张荣奇，咱家己咱的林湘川，因为台湾即马拢伫家己的所在咧踅街，袂当到咱的回流，咱伫遮有哪休闲，要甲祝福，要甲恭恭喜。现在咱台南，咱台南的特殊，咱台南有。服务的当工，但是伊看到咱国民党需要改革，看到咱国民党需要少年人出来参选，所以伊无咧考虑苦战，无咧考虑艰苦，就起来参选立法委员，精神非常非常的好。乡亲好朋友，咱台南市第一选区，咱的黄瑞坤东山人，伊要。各位乡亲。